好啦，咁我哋咧直接射波试下啦。记住，右脚指住个框，你有少少内八字冇问题，因为其实你指边度并不重要，因为重心已经指咗。但系发力系统一定要 keep 翻。点解要内八字？系因为你可以将你向前嘅力量变成向上，有得停嘅作用。OK， 波接喺翻右边出，条线系直晒嘅，明唔明白？左手波波接 deep 向下，嗱睇清楚 ，deep 呢个动作并唔系伸直只手啊，有好多人咧发觉咧佢会咁样 deep， 错嘅。记住我哋由接波开始，接波坐低 deep 落去。掌心是向下，手指都向下的，这个时候你会稳定了个波之后，左手拎返上来，左手拎返上来， OK， 波 deep， 左手拎上来，右手射，平衡不到，不好意思，波 OK deep shoot OK 放松过来，波嗱，记住射波啊，轻松一点，不用力的，尽量用脚的力量，哇都平得正，再举高一点，左手举高一点，左手举高，右手自然高的了， OK，再嚟远啲嘅，更加要高，唔系要指前。记住远咗，尤其当你远咗嘅时候，远咗嘅时候，更加要向上，因为你越向上，左手越向上，越用到脚嘅力量，唔系用手嘅力量。记住呢一点 ，OK。好啦，我哋讲一讲点样练习咧左手呢一个辅助手嘅训练，睇住。第一，右手我哋必须要咧有直腕嘅，我会咁教，拍拍拎上嚟，再嚟又睇一次，拍拍拎上嚟，拍嘅时候你手腕一定直嘅，冇得挛嘅 ，OK， 跟住就咁拎上嚟，呢、这个时候你个手腕一定系直嘅，冇得屈噶啦，你唔会扭嘅 ，OK， 拍拍拎上嚟之后，左手拎住个波 ，hold 住个波。拎去右手边 ，OK， 然后拍拍拎上嚟，摆落个波顶度，就系啱啱讲啦十字呢、这个十字嘅呢一 part，OK， 攞好摆落去 ，OK， 嗱，记住唔好打到直晒，打到直晒咁去攞个波射波，你个人咧好不其然就会扭个手腕啊，好似我咁噶啦，自然就会咁扭噶啦。唔好啊，千祈跟你嘅手指方向嗱，你而家系咁样，系咪斜嘅？系咪？你跟翻个波都系斜嘅，明唔明？呢、这个好紧要啊！记住打斜攞个波，你就唔会再歪腕噶啦。跟住手指系指前嘅，手指指前嘅。如果你接波嘅时候，手指应该向下，系咪 ？Deep square， 左手拎上嚟，右手射，睇多次。左手拎过嚟，摆上去打斜个波 ，OK 嗱呢个波好好啦，白色呢段咧就应该你掌骨嘅位置啦。所以点解你成日点解我都话叫人买 Moton 就咁解啦 ？OK 好啦，左手指前，左手举起，左手打开掌骨都仲系掂住个波嘅 ，OK 向上嗱、那个波就好直落嚟噶啦。记住呢一点啊！再做多拉屎一次。我哋只右手，你要当佢系一个公子哥儿嚟嘅，佢温室小花长大，所以咧你系要喂到佢埋去。右手净系做一样嘢嘅啫，出手，因为佢控制又唔得嘅。左手佢帮助佢，记住唔系轻轻的扶着，记住。好啦，当我接波嘅时候，我要点转咧？有两个办法嘅。看你熟習哪一个方法 ,OK, 波接 ,OK, 第一就是右手黐住个波，假设我一接住在Moton 这个位置，一接右手不会再离开个波的了，你可以向上轻微拧，放开只左手 ,OK, 形成一个 T 字，你一样可以射到波，再看多次，接轻微拧，接放开左手轻微拧，一樣射到波，我係習慣呢一個方法嘅。但係咧，有啲咧亦都習慣咗另一個方法，接拎開隻右手，佢會咁嘅，接拎開隻右手，係啦。呢個方法咧，我咧就真係覺得冇咁穩定嘅。
但是如果你一开始初学的时间呢，你可以试咗先接左手，嗱，好多人左手啊都唔拎起，唔会，嗱，反而左手揸住呢一点之后咧，佢唔会松开嘅，佢系用只右手就佢嘅，佢变成右手就嘅，嗱，左手唔松开嘅，继续喺度，右手就嘅，我就调转嘅，我一接左手就右手，左手就右手，我会见，我系觉得咁样系稳定啲嘅，接左手就右手，接左手就右手，接左手就右手，接。左手就右手，明唔明白？咁你翻屋企咧，就试下叫个队友阿豪帮我交波啊！嗱，睇住放慢波，接左手就右手，系咁小动作噶咋？只要你跌落去，左手就右手，左手记住左手扶翻佢上嚟，左手扶波，你右手只要你左手一松开，嗱睇住左手扶波，靠左手揿去俾右手噶。左手按给右手的，你左手松开的球是跌下来的， OK， 跌下来的，不应该是这样的，这样是错的，你这样已经扎实了球你射不到，不是用手腕的，你用眼手指的，记住这一部分，记住接，我就是左手就右手了，右手不松开了， OK， 举起射， OK， 好了，我们也都讲了很多关于这个辅助手是怎样去射波，好多好多好多朋友看完教学片都叫我啊俾埋个练习佢哋练嘅， OK， 嗱呢一个呢我会咁样建议佢哋练，首先喺篮底开始，你个波喺个篮底下面啦， OK， 左手扶住举高，右手射，一二三四五，由呢度开始，好啦，入咗之后吞后两步，一二啊两步啦， OK， 再射五球，一二三 out， 炒咗唔紧要，由头嚟过， OK， 再嚟一 OK， 我哋一路射，一二三四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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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连续二十球 ，OK， 呢个练习是可以令你射波更加稳定，亦都令你的 shooting form 更加稳定。记住，连续二十球，我第一次射打夹一噶啦，我射了两个钟，系啦，连续，因为通常我都是第十九球入埋之后第二十球炒嘅，十九四，好啦，入埋呢球就。入埋球就可以翻屋企啦，好再嚟个，就系咁啦。以前 ，OK， 嗱，记住，呢个练习，第一，继续练好左手拎高，左手拎高，左手拎高，系左手拎高，唔系右手拎高，唔系用呢嚿肌肉吸，我哋右手越放松，你右手射波嘅准成更加地稳定。记住呢一点。用多啲你嘅左手，忘记咗嗰句，左手只需轻轻的扶着，忘记佢，左手好多嘢做嘅而家，左手拎起，右手射，有冇问题？好，今日辅助手完。